大家好，我是铁头。春季小孩子比较容易咳嗽，今天来做一款润肺止咳汤。准备了八块的海底椰，一块陈皮，五颗无花果，还有两克的川贝，一碗瘦肉。把瘦肉切小块，冷水下锅，把瘦肉焯下水，加上少许的料酒，把川贝稍微压碎。烧开后把它捞起来清洗一下，洗好后倒入炖锅，其他材料也一起倒进去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炖盅放入开水锅中，盖上盖子炖一个半小时。啊，时间到了，水都差不多没有，现在来加上适量的盐。这一道润肺止咳的海底椰川贝瘦肉汤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试一下。我可是爸爸煮了汤汁给我喝，我要喝完。还有大脚好，回收了吧。Thank you.